原标题：俄罗斯山寨西北风，另类两栖舰注定在难产。或可从中国购买军舰，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曾经信誓旦旦地喊出复兴海军的口号，而作为俄罗斯海军复兴的重要举措，从法国引进和联合建造的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有着极具象征性的意义。然而俄罗斯复兴海军才刚刚起步，这一罕见的动作就因为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而被无情打断。两艘曾经被寄予厚望，最终被转卖埃及的西北风，也在一夜之间被俄罗斯人视为耻辱。不过俄罗斯人毕竟是经过历史沉淀的战斗民族，西方国家的出尔反尔似乎并不能阻止他们复兴海军的决心。一款被称为拉维纳的两栖攻击舰模型现身，据称将用于填补西北风及留下的空缺。那么今天咱们就来一探拉维纳及两栖攻击舰的究竟。法国建造的俄罗斯两栖攻击舰分段俄罗斯国产两栖攻击舰模型拉维纳，排水量为 2.4 万吨，续航力为5000海里，最大航速为22节。该舰配备舰员320名，可以搭载500名士兵或50辆装甲车，比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少9辆，同时还可以搭载16架直升机、恰副52或恰27直升机以及6艘登陆艇。和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相比，拉维纳的排水量要大2700吨，最高航速快4节，但在运载能力方面，拉维纳明显不如西北风。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59台车、16架重型直升机或35架轻型直升机。另外，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的舰员配备为160名，而拉维纳配备的舰员足足为前者的两倍。其自动化水平方面很令人怀疑，俄罗斯国产两栖攻击舰模型，但是相比自动化水平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拉维纳的外形。拉维纳采用了两栖攻击舰所罕见的双体船型，虽然双体设计能够赋予拉维纳更宽裕的空间和更高的航速，但是2万多吨的大型军舰采用双体船设计，拉维纳可谓首开先河，实际效果到底怎样还有待验证。而更有趣的是，克雷洛夫中央造船研究院为拉维纳采用了尖舰手甲板，现在主流的攻击舰均采用平直的舰手甲板，从而更好的为搭载的飞机提供支持。拉维纳的风格显然独树一帜。实际上，拉维纳两栖攻击舰采用的是双体船结构，俄罗斯船舶设计独树一帜的例子很多，比如曾经让整个日本心惊胆战十几年的明斯克号航母，或者叫载机巡洋舰，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而巧合的是，设计拉维纳的克雷洛夫中央造船研究院，同时也是明斯克号的设计者，克雷洛夫中央造船研究院为苏联和俄罗斯研制了许多的战舰，有着十分雄厚的实力，其中包括莫斯科级直升机航母、基辅级载机巡洋舰、基洛夫级巡洋舰、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等。不过在两栖攻击舰领域，克雷洛夫中央造船研究院却基本上只能依葫芦画瓢，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的影子在拉维纳身上无处不在。拉维纳受西北风影响较深，俄罗斯目前公布的只是拉维纳的模型，尽管官方一再表态要建造类似于西北风及那样优秀的两栖攻击舰，但从模型变成实物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估计说是2020年左右。但依照俄罗斯造船工业的现状，拉维纳要从模型变成现实，并真正成为俄罗斯海军的一员，或许还更久远。拉维纳从模型变成现实，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说句实在话，俄罗斯如果真的急需两栖攻击舰，不妨将目光投向南方的邻居。随着近年来中国造船工业的突飞猛进，俄罗斯新一代导弹艇和小型导弹舰就曾向中国引进柴油机作为动力。在大型两栖攻击舰的建造上，中国目前正在开工建造首批两艘 075B 型两栖攻击舰，技术水平明显要比法国西北风、
这种民标船要高多了。中国正在建造两艘 075B27 攻击舰，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造船工业来说，建造27攻击舰这种类似的军舰没有任何技术难度，而且一上来就可以大批量建造。但是中国在舰载直升机和垂直起降战斗机方面是各弱项，特别是垂直起降战斗机基础几乎为零，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俄罗斯的强项。中俄如果能够在27攻击舰方面进行合作，中国提供平台和电子设备，俄罗斯提供直升机和垂直起降战斗机技术，相信会取得真正双赢的结果。责任编辑。